要来点生韭菜，就咱用韭菜做疙瘩汤。洗净了韭菜，给它切一下。切好了韭菜，放到面盆里，加200克面粉，加点盐增加筋性，再加点水温水和面，浇上面稀状，给它揉成面团。揉光滑的面团，撒点干面粉，那搓长条，按扁，给它擀成长方形的面饼，擀成这样都中了，切成均匀的面条。这面铺就抹点油，用手给它抹一下，给这面条放到这面铺里。我这里再倒点油，都这都可以啊。盖上盖子，醒10分钟。锅里倒点油，先倒点葱丝，这样子都倒到锅里头。再多少加点盐，再多少加点白糖，这锅里再加点水，面都醒好了，给这面条拿出来，这面条烂一下，不用擀。擀好了面条，再往锅里丢。鸡蛋倒到锅里头，锅里整点胡椒粉，滚2分钟，这疙瘩汤都做好了。做好了疙瘩汤出锅，这疙瘩汤做好了，就喝点疙瘩汤。可以了，黄的鸡蛋，红的羊蹄子。绿的面，我想着不老热了，还是真热。疙瘩汤出真是喝不烂，又营养，做着也简单。我以后不要做，以后疙瘩汤，觉着吃着真不赖。有时间了，希望大家做点尝试尝试，看疙瘩汤喝着啥样，喝着真好喝。